料，那我先倒炒一次，太慢一点。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。你就是可以让他们凝固这样子就可以。也不能太多，我麦芽糖没搞。没有麦芽糖够哦，麦芽糖小夏买好几瓶。还买好多瓶。你干嘛？其实我本来要拿四瓶。它这个为什么这么好倒啊？外面你那个没有隔水加热啊，它不做凉吗？关很难用，对啊，超难的。等一下，你就把它拜拜，下雨再给我一点麦芽。对啊，不错。阿江哥在睡觉。哇，嗯，因为他早上刚下班。他早上，他早上刚打球，他隔水加热的话就去睡觉。嗯，对他有去打牌，我需要记录他，就去全益了。来，大姐，大姐，哦，你要不然外面买，我很好睡两个小时。要吗？如果做生酮，他就吃。他怕被我骂。我要长大都不吃。好，够吗？可以吗？等一下，我过一下，然后蛋白粉，来蛋白粉去。哎呦！哎呦！我痛了，等一下，我记得等他。挡住，被宇哥挡住。人家都会加奶粉，啊，我们不加草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加奶粉啊？没有，都不加奶粉。对，我是说外面为什么要加奶粉啊？它有的就是要那个香味，对。哦，好，我们加这个比较好，健康概念。我们可以加这个，好好，麦芽糖可以再加，越来越硬了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到那个盘子那边去，去那个把它整平啊，嗯哼，就是把铁盘吗？对，铁盘。哎，这个还可以继续，就是你那个火就是继续让它炒。小夏，你把冷气哈，你冷气涂还喝土？还要吗？等一下我把它过一过。行。等一下，下一锅要给你们做呢。没有，下一锅要给你们做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这一锅只是先示范给你们看的。有做印象比较深刻。一家和帮我那个拿去客厅好，那边等一下摆这个。对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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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可以。那是什么？那什么？养珍珠。好吃，等一下都不要吃，还没成型好吗？等一下都不要吃哈。好啊，不要吃，因为我吃过了。好吃吗？还好。等一下都不要吃。最后一句马上吃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，就大概你就是把那个粉啊什么都过一过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铺平，因为这个放凉，放凉它才会硬。嗯。哎，哎，我没有粉可以加奶粉吗？你是当然是可以加奶粉，只是说我们就是强调它，不是加了蛋里面有羊奶粉，你看羊奶粉上面，蛋里面有呀，就是我们强调它就是好可以起火了，我们强调它就是健康嘛，所以我们就可以，我们就加蛋白粉。好，小心一点，对对。好，你看哦，这不粘锅多好用。为什么用不粘锅做？就是它比较不会粘黏啊，哎呀，一般锅子不行哦，一般锅子就会粘黏，你就要洗啊。就稍微再把它整平一下，烘焙，烘焙纸啊，它也不黏。还不错，日做蛋糕都是用它、那个盘子的话有限定的，你们家只要有的铲，你们家有的盘子也可以，只要有这种只要形状的，要圆的也可以，铁盘吗？对对对，那都可以。玻璃的应该不行，也可以，啊，只是上面你再用个烘焙纸，不然它会粘。可以叠上去。啊，你这个你其实你也可以抓圆的，就是你不要，你也可以用不规则形，你不见得一定要那个，哎呀。是啊，圆比较特别。那上次给你吃圆的哦，上次是圆的，对，上次是圆的，还给以前是圆的。你们说去那个？一定。哦。这一条。这样就好了。好，下一锅给你们。你讲过这样吗？下锅我该加。嗯。哎，这样子要虫草的吗？这个养生书啊。